一早，早上的7:16，我们来看看啊，今天呢是12月5号，星期二了。再看看昨天的开奖报告。昨天呢，我们从美国的天中一碰从尾数碰尾数中一碰，然后呢，从台湾的五三九呢，我们是中全车1-08，五三九中全车。再看威力球，我们威力球左边有中，右边的特别号03都中2636，完全是我们完全命中，恭喜各位昨天赢了不少钱恭喜各位这是昨天的开奖报告。我们开奖到现在12月1号2号，对不对？今天才4号，4天3天，你看看就中了好多期。你今天如果不加入会员，你就以后都是要按一次我们一次是要付1000块不是600块，听清楚了报牌一次要给1000块钱。